大梁树下四十米，这才35米，是这儿吗？哎，哎呀，这辣眼睛啊！把鞋拿过来了。啊，兄弟，你鞋呀、啊，踢谁了？这么狠呢、啊，都踢飞了。占座。哎，兄弟，我先来的。我的鞋比你早到0.01秒。那你要这么说的话，我昨天还盯着翻面树叶呢。这个椅子是我前年刷的漆。我大前天搞定这撒的尿。你瞅啥？我瞅你咋地？哎，你要瞅的话应该瞅出来了啊！我已经退出江湖好多年了。哎，我的兄弟，你考虑过挂号和医疗费的问题吗？我说你考虑过120堵车问题吗？停、啊，大哥呀，不是兄弟，今天是我大日子。上天呢？今天是我跟我对象一起上天，不是？怎么样？搞对象啊？你大哥，我的爱呀，就像干柴烈火上的疙瘩汤，都快扑锅了。那你老弟，我的情，眼瞅的就样奶了。我今天约在这儿求婚，这样，你先把你那疙瘩汤呢先晾一晾，实在不行呢，你上旁边的咖啡厅，你去热一下啊。你拉倒吧，那不都脱了吗？你女餐就定你这儿。你定的几点？9:10。9:10，你吵吵啥？我9点。那不撞车了吗？撞什么车？10分钟能干多少事儿？从这儿都到鞍山了。10分钟你能搞定吗？我求不完，我主动把椅子让给你啊！你爱见面见面，你爱上天上天啊！哎，我对象，哎呀，这是麻筋，哎呀！我来了，我迟到了，生气不？生气，但是为了见你，我忍了。为啥见我呀？表白。非得今天表啊？再不表就样奶了。你说吧，我听着。我这个人性格直率，长得一般，一堆一块都在这，你也看到了啊。家里条件不好，没有车也没有房。接着说，一个月能挣4000多块钱，但是我绝对不会让你受半点委屈，我就是爱，爱你，我爱不死你，你说怎么办？咋办？我寻思寻思。你别这么说呀，我这么说就够为难了。你再玩把这死嘎的了，吓跑了，诗情画意的什么朱自清。哎呀呀，哎呀呀，这玩意儿，哎呀，哎，冰冰，干啥？过了这个村可就没有这个店了啊！别寻思了，嫁给我好吗？好。哎呀，妈呀，这啥？你跟我求婚气撅过去一个呀？你情敌呀、啊？这是？哎呀，没见过他呀。哎，不是，哎。你也太轻浮了！你骂谁呢？哎，不是，我就说你可以再考虑得长点时间。啥意思啊？哎，不是，兄弟，你可以卤点行，他不行，他不是，你是女的呀，得矜持啊，这不是试衣服呢，这不行换那个，穿上你可以扒不下来了。他有情，我有意，你装什么法海呢？在这儿，我是说你俩这搞对象节奏咋像列车时刻表，嘎当嘎当的，太快了，这个快什么快？今天他同意了。明年就选日子，后年就要孩子。不，你说要就能要上的？要不上使劲要呗。那俩认识多长时间了？那都5-6天，快1个星期了。哎呀，红高粱抢亲呢，这是啊！我说你就那么着急把自己嫁出去吗？你都啥时代了，哪有时间处对象，哪有时间结婚呢？咱俩呀，只不过是省略了你们那些装着、捧着、撑着。虐着等一系列步骤，咱这是壕沟里打兔子，直蹦。哎呀，这低压呀，都穿150了。哎呀，哎，来个人。哎呀，穿180了，快点走，我的我的，快。啊，你的你的你的，走走走。行。哎，轻轻的，你来了，正着我轻轻的走。啊，等我挥挥衣袖，再加上一层铺盖。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，从此我就忘却了时间。我不明白呢，堵车啊！哎，他俩处对象怎么那么像我妈和我爸的年代啊？多有意思呀！看一会儿，咱电影票都买了，有这有意思吗？哎哎哎！你在那戳村子，在那哎，护手术，走走，你干啥呀？这是我怕你被蚊虫叮咬。这冬天哪有蚊子？那保不齐有几。